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云谷禅师接着说：“至修身一四之，乃积得齐天之四。越修，则身有过恶，皆当治而去之；越四，则业好积欲。” 一毫将银皆当斩绝之矣。到此地位，直造先天之境，即此便是实学。这一段话是讲到修身啊。孟子所说“修身以四之”这句话，是说自己。 要时时刻刻修养德行，啊，乃至于积德齐天之死修是修正的意思，这是说于存养功夫。所以说，身有过失，有恶的行为。 必须要把它永远断掉啊！四是等待，所谓是水到渠成呐。这里面最忌讳的是不可以有一丝毫侥幸的心。 非分之下，也不能让心里面的念头乱起乱动啊！这个僵引就是念头的起灭，都要把它断绝，是戒当斩绝。这是真正的功夫。果然到这个地位。 那就完全恢复了信德了。这个境界在佛门里面讲，这是大菩萨的境界。这便是实学，是实实在在的学问。孟子说的很好啊，学问之道无他了。 求其放心而已呀、啊！放心是什么呢？就是妄想、杂念、分别、执着。什么是真正学问呢？能够把这些东西断掉啊，这是真正的学问啊！这是完全能够恢复到自信，恢复到本心。自信本来具足无量智慧、啊。 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这是有求必有求必得的真实的原理。原理真实，那我们一定的要有信心呐、啊，真真肯。 依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，哪有求不到的？啊，事出世间法，无疑求不得的。下文又说：如未能无心，但能持准提咒，无计无数，不令颠倒。 吃得成熟，与持中不持，与不持中持，念到念头不动啊，则灵验矣啊！这个道理，诚则灵矣，诚则明矣啊，我们是凡夫，凡夫啊。 没有能做到无心的，就是无念的。啊，凡夫都有念的、啊，如何把这个念头控制住？如何把这个念头啊消灭掉？那就要用方法了，啊，那么云谷禅师教了凡，是用持咒的方法，有人读了这本书。嗯 听了我讲的这些话，回过头来问我：“说、就是、法师啊，我们要不要念准提咒啊？啊，还是继续念阿弥陀佛啊？啊，那么问这个话的人啊，还不少啊。由此可知，这个学习不善用心啊，你也没有听懂意思啊。前面不是跟你讲过吗？” 报复参禅、念咒、念佛，异曲同工啊！方法手段不一样啊，是目的原理完全相同啊。他念准提咒，我们念阿弥陀佛，但是底下这几句话要记住，这是共同的原则。 无计无数，那么这要看什么样的人啊？中上根性的人用这个方法行，中下根性的人最好是计数啊。所以我们用这个念珠，念珠是计数啊，一天一定要记多少数啊，这个样子呢，能够把妄念的消除。 功夫啊，能够做到精进而不懈怠，这是初步功夫啊，主要记住。用上几年之后，妄念少了，心底逐渐清净了，那你就不要激数了。为什么呢？激数还是分心啊。这是在初学时候啊，不得已的一个方法啊，激数一天一定啊。 要念几万声佛号啊，念五万声，念十万声，啊，这个是初步功夫。功夫纯属不计数，啊，就是不分这个心了。佛号一句一句接着念下去，无计无数，啊，这个样子，你的心念念在佛号里头，妄念自然就不生了。所以。 念佛的功夫，贵在不怀疑、不间断、不夹杂。功夫成熟了，到迟中不迟，不迟中迟，这就是念跟不念合成一了。啊，念跟不念是一，不是二了，你就入了不二法门了，你的功夫就念到家了。 所以，我们用念佛、念咒都是一样，功夫有很多层次，啊，自己一定要晓得。我们今天决定要用技术，啊，技术是最低的功夫，从技术提升到无计无数，再提升到吃而不吃不吃而吃，啊，那是第三个境界注意。 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灵验呢，你自己会得到。啊，灵验的原理，成则灵。啊，这个灵是讲感应，成则明，明是讲智慧现前。云谷禅师教导他的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。下面呢？ 那就是讲这个《了凡四训》啊，这个了凡先生他的羞耻的经历了啊，如何将大师这一番开示完全落实在自己的思想行为？啊，这是真功夫，值得我们学习。与粗号学海啊，我们从他的这个呃号。 也能够看出了凡之为人，啊，他喜欢读书，好学，啊，但是习气很重，那个学海，啊，这个口气很大了，啊，很明显的，我们能够觉察得出，功高过慢，啊，他确实是这样的人。 那么从这天起啊，就是接受云谷禅师教诲之后，他就改号了凡，啊，他把他的号啊改了，啊，不用学海两个字了，啊，改做了凡，了是明了啊，了脱凡，是凡夫啊，啊，改悟立命之说，而不语落凡夫可救也。 今天明白了，知道命运可以改造，啊，树啊是可以能够啊突破的，不愿意再做反复了，啊，一心要想超越了，所以把这个号改成廖凡，从此之后，终日静静，便觉与前不同。 前日只是悠悠放任，到此自有站尽体力景象，在暗室漏屋中，常恐得罪天地鬼神，遇人憎我、毁我，自能怡然容受。这个是修持功夫。 才得力的现象啊！我们自己要常常勘验自己啊，要认真反省。我今天这一天有没有空过？如果自己功夫不得力，这一天空过了。古时候谚语常讲啊。 光阴非常宝贵啊，寸金难买寸光阴呐、啊，光阴一去不复回呀、啊。真正成功的人，无论是释法是佛法，没有不爱惜光阴的，没有不珍惜光阴的，天天求精进。 啊，一天都不能够空过。这种人，决定有成就。啊，所以了凡从这个时候才算是认真用功了。啊，每一天呢，依照功过格做反省的功夫。啊，所以每一天战战兢兢。啊，于是觉得了跟从前不一样了。 从前呢，每一天过日子是悠悠放任过去了，没有留意到啊，啊，现在感觉到啊，自己有战战兢兢的功夫，啊，有一点这个呃不同的气象，啊，时时刻刻能提醒自己，唯恐自己、啊。 其恶念，说错话，说错事，做错事，做错事情，啊，他有这个警惕的念头了、啊，常常恐得罪天地鬼神，啊，这些跟我们生活在不同维次的空间，高维次的能够看到低维次。 低维次的见不到高维次，啊，就像我们，你比如我们看到蚂蚁，小的爬虫，啊，们生活的空间是两度空间，我们生活在三度空间，我们了解它，它不了解我们，啊，那么同样道理，生活在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。 我们今天讲的天地鬼神呐，啊，所以有人问我：天地鬼神真有吗？我也不跟他讲真有假有，我跟他讲，因为他们现在学科学，他相信科学，科学家说的，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，就是中国古人佛经里面讲的天地鬼神。 他生活的这个、这个这个空间维持比我们高，他知道我们，啊，我们不知道他们，所以真的有啊，不是假的有啊，啊，这些人只要我们心底真诚清近，我们也能突破空间的界限，跟他往来，跟他沟通啊，不是做不到啊。 我们要跟三度空间啊，这个、我们在三度空间跟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打交道往来不是难事，更高维次空间的，那就不容易了。啊，正如同我们是一个平民百姓，啊，我们跟一个乡长、里长打交道很容易啊，常常见面嘛。如果我们跟部长、跟总统打交道就难了。 为什么它太高了？我们不容易见到它，跟这个道理一样啊！所以四度五度空间跟我们近就好像我们的乡长、邻长一样，容易接近。啊，那么像天神啊，天神还有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那个高了，我们跟他往来就不容易了。 那要更深的定功啊，普通的这个定功啊是做不到的。啊，经上常讲甚深禅定啊。那么在如来果地上，确确实实达到一念不生，清净到极处了。于是无量无边的。 空间维持全部都突破了，所以他的生活空间就大了，太大了，虚空法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这句话是实话，绝不是赞叹，绝不是夸大的，啊，实实在在的，啊，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。 他有这个能力，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呢？佛说通通有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这个能力啊！你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呀，是因为你现在有障碍。什么障碍呢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个障碍你自己。你只要能把这些东西放下，你的智慧现前了，你的能力现前了啊！也就是你有能力突破各种不同维次空间。 天地鬼神，你都跟他往来，都跟他见到了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虽然没有能力，啊，心还是动乱的，啊，没有能力突破，但是要知道，天地鬼神看得到我们，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要想到他们在我们的身边，于是恶念自然不敢起来，啊，我的行为呀、啊，自然。 会泄气了，啊，达到断恶修善、改过自新的效果，啊，下面举例子，对，遇到有人呢憎恨我、讨厌我，有人呢回报我，在从前了凡先生遇到是绝不甘心饶过人的、嗯，他决定有报复，现在呢，他懂得了不报复，心平了。 能够依然容受啊，这个心量慢慢拓开了，可以包容了，哎，这个是修持功夫得力。到明年啊，诸位要记住哈，他是三十五岁遇到云谷禅师的，那明年就是三十六岁了啊。到明年礼部考科举。 是扩举是考举人，啊，这是这个还不是举人，这是考试礼部的考试。孔先生算该第三，啊，他参加这次考试，啊，孔先生给他算命了，他应该考了第三名，或考第一，啊，这就是他修持功夫改变了他的命运，他考了第一名，啊，其言不厌呢。 空前给他算的算命的，头一次不应验了。而秋为重事矣，这是同一年秋天，这是去考举人，他中了举人了。那么举人中举，他命里没有的啊，命里头没有的，这个是命改造命运的这个效果。 非常明显的应验了，注意记住，一年呢、啊，大凡改过自新呢、啊，总是开头那个心呢勇猛，啊，我们佛门也常讲嘛，学佛一年，佛在眼前；学佛两年，佛在天边。 学佛三年，佛化云烟，就没有了。只只是，呃，这是人的通病了、啊、廖凡先生第一年呢，可以说是很勇猛精进,进，以后也退步了。啊，所以虽然退步，他的警觉心常常提，哎、呃、提醒，啊，还是很努力，进步的很缓慢，不如头一年。 头一年进步快速，啊，往后进步缓慢。那么这后面他有反省，啊，这是他难得的地方。然行意未纯呐、啊，啊，得到自己反省的我断恶修善呢，做的不纯，夹杂太多了，结深多物。 啊，检讨自己的行为过误很多，啊，或见善而行之不勇，知道是应当要认真努力去做的啊，可是、啊、做的不够，啊，没有尽兴，或救人而心尝自疑，或生民为善呢？ 而口有过也，和心事操持而最后放逸，一功折过，日常虚度啊。这是他自己的反省啊说。早年休闲这种现象，可以说是正常的啊。每一个休闲人都必须经历的，不要灰心。 不要害怕，啊，不可以退转，缓慢当中啊，也要求进步啊，就好，啊，总是在进，啊，进的不多，只要进就好。诸位要晓得，不进则退也，那就可怕了。啊，不可以说我今天没有进步，但是也没有退步，实际上你已经退了。 自己啊，自几岁发愿，几四时三十五岁，就是遇到云谷大师之后啊，他就发愿断我修善，直到一卯岁，历十余年而三千善事十万，啊，发愿做三千桩善事，整整十年。 啊，就三十五到四十五啊，三千桩善事才完成。由此可知，三千善事是多么难行啊！但是他天天是在做啊。圣年三千六百天的，平均算起来，他一天还做不到一桩善事啊。好在他天天在做。 那么我们晓得这个事实真相，希望我们呢能够比他更勇猛啊！至少啊一天做一桩善事，能够做两三桩呢，那就更好了、啊、天天不要间断，那我们的效果决定超过廖凡先生。下面他接着说。 时方从离建安入关，未及回向，根深难还。时秦性空慧空主上人就东踏禅堂回向，随其求子愿，也许行三千善事。啊，心思深难填起。啊，那么这是叙述。 他前面的三千桩善事，求功名，他考取了这个哎巨人，应验但是用了十年时间。那么接着呢，在书院行三千张善事。 求儿子啊，很难得啊！他是四十六岁的时候，庚辰是四十六六岁啊。回来之后，请星空、慧空啊这些出家的法师啊，在这个东塔禅堂回向。 十年把三千桩善事啊做成功了啊！回向之后啊，他又求生子的这个愿望，也许行三千桩善事啊，这个效验也很快。到第二年，新四是第二年，了凡先生四十七岁生第一个儿子啊，天启。 欲行一事，随意必记；如某不能书，每行一事，这用鹅毛管，应以朱权于烈日之上。啊，因为断恶修善呢，有这么好的效果，那信心就增长了，行善呢就预切了。 啊，越恳切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端窝修缮是越来越顺利，效验呢越来越显著。他们一天这个修修持还是用功过格，啊，记在功过格里面。如某不能书，这是他的太太。 太太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，做一件好事，他就用鹅毛管蘸着朱砂，朱砂是红色的，啊，在这个日历上啊，印一个圈，啊，这一天做了一桩好事，用这个方法来记，啊、下面呢再举例，和世事平人，这好事情，看到贫苦的人。 自己啊，布施一点饮食给他们，或买命放生啊。这个放生是机缘，不要特意去买啊。每天到市场去买菜，看到很活泼的这些动物、啊，买了之后，它确实可以能活得下去，你就买。如果看它这个样子， 埋下去放生，它也不能活，那你就不必买了。啊，所以每一天呢，都可遇到的时候啊，就随便买一点，买了之后啊，就放生。就像这样的好事啊，是一日有多至十余全者，可见的他做的很勤呢，很认真在做啊。知鬼未八月。 鬼位年，了凡先生四十九岁，啊，与前面这个根生法院呢，到鬼位啊四年，啊，前面三千桩善事十年完成，第二次法院做三千桩善事四年就完成，啊，可见的是越做越顺利啊。 那么父亲性空悲，就家庭回向，啊，他做的很如法，也很认真，啊，按照规矩去做，这个三千善事做好了，请法师这一次在家里面回向，啊，诵经回响。九月十三日，啊，这是同年，啊，九月十三日。 复其求中进士院，啊，他的口味也越来越高了，这是希望啊中进士，进士在古时候学位里面最高的，啊，虚心善思一万条啊，啊，丙申登第，丙申这又过了四年。 许这个愿之后，四年之后啊，果然登顶了，啊，考考中进士了。这一年，廖凡先生五十二岁，受保宝之知啊，中了进士之后，这个朝廷就是分发他到宝底县的。 去当知县，啊，他在保底这个任职的期间呢，有七年，啊，就是一五八六年到一五九二年，啊，这个七年呢，他做保底知行。那么上任之后，啊，他说。 与之空格一侧，明志心篇。晨起坐堂，家人系赴门宜至岸上；所兴善卧，先习笔记。晚呢，则设住于庭，效赵月道分享高地。啊，了凡先生。 做得确实不错啊，很认真啊，很如法啊。做了知县之后，他就准备一个本子，这个本子是空格的啊，题题名叫知心篇对峙，心里头的恶念呐。每一天早晨起来坐堂，这个坐堂就现在讲的上班。 啊，办公的时候，啊，那么他的呃随从就把这个本子带去，交给这个办公室里的人员，啊，伺候他的这些人，啊，把它放在办公桌上，他每一天所做的善恶。全部都记下来，啊，晚上呢，在庭院里面。 是一个安泰安主房孝赵越道，赵越道是宋朝时候人啊，宋仁宗的时候，他做御史啊，为人公正无私啊，所以。 当时称他做贴面御史。啊，他每一天晚上都在庭院当中摆香案，向上帝呀祈祷，把自己一天所做的善恶都写成书文了，好像报告上帝一样。由此可知，这个人的大公无私。 绝不迎回自己的过失，啊，也用这个方法了，断恶修善呐，啊，天天如此，这个很难得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是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不敢向上天说的事情，他决定不敢做。不但不敢做，念头都不可以生啊。 因此，他到晚年，这个断恶修善的效果越来越殊胜。他如母见所行不多，啊，这贫粗月，我亲在家相助为善，故三千之数得完。他说：经许一万，家中无事可行，何时得圆满乎？ 啊，这是讲天启的母亲啊，也就是他太太啊，看到在这个县衙里面啊，县衙就相当于现在所讲的县政府啊，啊，在县政府里面没有什么善事可做啊，从前在家里面常常跟街坊邻里走动啊，做善事容易啊，现在做了官了。 啊，这个是知县的夫人，走到哪个地方都有人接待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机会给你做善事了。于是他很忧愁，很忧虑啊！啊，你现在需做一万桩善事，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得完？啊，这是提醒了廖凡先生。啊。 了凡先生听了这个话，也很懊恼啊！啊，那他有感应，他说：“夜间呢，偶梦夜神人，余言善事难忘之故，神悦，只见良一金，万恨俱往矣。”啊！ 这是感应，心真诚就有感应。他晚上睡觉梦到一个神人，啊，梦到一个天神，啊，他就向天神说：“我许做一万桩善事，恐怕很难满愿的。”这个神人告诉他：“你的善愿已经圆满了，就是减粮这一桩事情。” 万恒俱完，你就圆满了。啊，天神提醒他，啊，确实有这桩事情。他下面说了，该保底之田，这就是田租啊。每亩是两分二厘巧。他觉得这个田赋太重了，他做了县长之后，把这个田赋啊。 减轻这余为屈处，减至一分四厘六毫，唯有此事，确实有这桩事情。啊，这他做县长时候做过这桩事情。哎，梦中天神知道了，心颇惊疑啊。这个事情天神怎么会晓得？啊，告诉他，就这一桩事情，以一万桩善事。 已经圆满了。说幻愚禅师自五台来，啊，五台山的幻愚禅师，这他们相识多年，啊，到宝坻，哎，跟他见了面，他就把梦中的事情呢，向幻愚禅师请教，哎，并且问天神讲的话可不可以相信。 四曰：“善心真切，即一行可当万善。”这是依据经典理论来说的。为什么呢？善心真切，真心的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。你今天讲做三千桩善事，一万桩善事。 十万桩善事，都从分别执着里头变现的境界啊！你还是有范围的。如果是真心去做呢？真心没有界限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极小的善呢，也变虚空法界。很少人懂这个道理。 所以菩萨极微细的善，那个小善，它能变得无量无边，变成大善。世间人往往，你像了凡先生，这许一万桩善事，做得那么辛苦，小善，为什么呢？你没有脱离呀妄想分别执着。换一句话说，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他行的善。 有量啊，有限量啊。如果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他修的善，极小的善都没有限量，啊，变成无量无边了、啊。所以说一行可当万善了、啊，这是对他讲的。其实一行是无量无边的大善。啊，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。 拓开心量、啊、非常重要啊！我们在世间做的这个善事大小，与自己心量有关系。心量越大，小型变成大善；啊，心量要非常下小，啊，这个大型呢，都变成小善。 这个道理不可以不懂啊！这些两句从理上讲，然后从事上说，宽和心减粮，万民受福啊！你这不是一善，万善就圆满了吗？啊！你能够减收田赋，你这一线的人农民都受惠了啊！你这一线呢？ 不止一万个农夫啊！何况农夫他还有家口啊，他家里头还有父母、妻子、儿女啊，通通都受贿了。你这一桩事情，呢，就是宫门好修复啊！啊，从前的人为什么要祈求科第？为什么要希望去做官？做官容易修善。 啊，你像平民要想修一万桩好善事，多么艰难！你这个县长，这就是一桩事情，你这个万善就圆满了。宫门好修善那翻过来呢？你要做窝也容易啊。如果你嫌好，这个田租太少了，我还要加重一点。 多收一点税，好了，那你这一念呢，就造成了万恶。那道理在此地啊？啊，善恶就在这一念之间。啊，在古时候，只有做官的人有这个地位，有这个权势，他容易为恶为善呢，多方便，多容易啊。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。 现在这个时代了，修大善、造大窝，在许许多多行业里头啊，都能做得到。啊，而最容易做到的，无过于现在所讲的娱乐界、影剧界，啊，传播公司。 这个权操作的这个权超过帝王啊，超过国家的领袖啊，尤其是现在的这种卫星传播、网络传播，如果我们传播是正面的、善行的。 能够启发众生，广大的群众啊，让他能够觉悟啊，让他能够知道啊，哎，断卧修善，积功累德。你这一个小时的播出，超过袁了凡先生的万善呐、啊。 啊，如果我们播音的这个节目是负面的，啊，教导人杀到遗忘，那你这一个小时的罪过啊，就是阿鼻地狱啊！由此可知，现在的人不必去求功名，不必要去做大官、掌大权，不必。哪一个行业里面断卧修善？ 都比过去方便太多了啊！这是我们要懂得啊。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，在这方面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方便啊。但是这个方便有正面有负面，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。吉凶祸福啊，确实是在我们一念之间。 那么这个事情说清楚、说明白了，啊，廖凡先生也非常高兴。他吾借君奉也，啊，君他的这个呃呃这个行奉啊。前期就五台山斋僧一万而回下旨、啊。这个斋僧就请出家人吃饭，啊，供斋。 这是好事情，请一万个出家人，啊，来接受啊他的供养，啊，以这个福来做回向。他说：“孔公，啊，算于五十三岁有恶。啊，孔先生给他算命呢，他的寿命直到五十三岁。” 五十三岁这一年呢，他要死了，与未尝其寿啊，他并没有特别的求寿命啊，求长寿，他没求。是岁竟无恙，今六十九矣呀，啊，五十三岁这一年。 他平平安安的度过，他没有求寿，啊，那么今年他已经六十九，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已经从宝底支县呢退休了，啊，退下来了。那么从这一句呢，我们就懂得这个四篇文章是六十九岁手写的。 啊，教导他的儿子天启。书曰：“天难胜，命弥长。”又曰：“唯命不于常。”皆非狂语啊！啊，这引用《书经》里面说啊：“天道难信呐、啊。”啊，为什么呢？ 以其命之不长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定数是会变的啊，不是恒长的啊。又说“为命不与常”，天命无常，修德为要啊。这些话都是真实话，绝对不是妄语。 啊，绝对不是妄语。五，于是而知，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，那圣贤之也。若为祸福为天所命啊，那是世俗之论。他对这个道理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啊，于是要接受圣人的教诲。啊，自己。 要知道改造命运，要知道主宰自己的命运，这个人是英雄豪杰啊！决定不能跟一般凡人一样啊！一生听命运的主宰，那就大错特错了啊！尤其不能造作罪业啊！造作罪业。 损自己的福，折自己的寿，啊，这个是愚痴到基础啊！纵然你是大富大贵，你的富贵可以久享啊，因为你造作不善，你的福折了，寿也折了，这个是世界。很愚痴的人啊！ 因此，人不能不受教育，尤其不能不受圣贤的教育。唯有受正圣贤教育啊，才能够明理，才能够改造自己的命运，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